大早。今天是人文课最后一天，稍微练习一下，教练就会带我们去那个深水池穿那个鱼皮，然后拍美丽的照片。应该很多人会问说，那怎么没有在这边练习就好？因为这里的泳池坏掉了。来吧，又去左边，正游。拉起来弄到水面，拉起来弄到水面再下去。膝盖打直，背要碰到水面再下去。水面要煮多一点，在下面一直泡泡泡很丑哎。很好很好。身体倒掉了，肚子要出力，对，立着。刚刚肚子会往后翻掉，要回正，回正。你要完全正面面对我，两颗内垫都面对我。我们再换一个游泳池，准备了拍那个美照。我决定走那个骚的路线，来灌你拍照哦。Thank you.
机会吧。好。脾气不够久啊！才30秒而已。可以耶，来。看他的丝袜要变成什么样子，好吗？什么样子的美人鱼？你要成为海妖，像水母一样漂亮可爱，或者是妖艳贱货。要认真生活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大家了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啊，好美。扫吗？扫不过也算。扫不过就算了。好的。谢谢教练啊！不会不会，可以被握着走来了。谢谢谢谢。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棒，就是会愿意陪女朋友来上人鱼课，想要上人鱼才会主动来，是吧？因为我朋友他是健在上面，哪里？人是健。对，我觉得而且你很努力的选了很好的另外一个。我觉得有时候他就是自己不喜欢做，然后愿意陪你。我觉得陪伴跟愿意有时候被你欺负一下，我觉得这种男生超贴心。但是有没有可能是他想上，然后我可以来？有可能。我都有把它做完，对，我有 hold 住。其实我有一度想放弃耶，可是我觉得我回去会后悔。超认真的耶，有很认真练习耶，对、啊就是、半个小时我们全部都挂在泳池边这样子吐气下去，然后再逃难上来，然后再吐气下去。对、啊、我们真的很把握时间在练习。对啊，对，等于就是为了要拍照。我觉得主要是自己的恐惧啊，你要把气吐光，你才可以待在池底。可是气吐光憋气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，很可怕。你还有那个呼吸渴望，就是你大脑一直叫你赶快上去啊，你不上去你会死啊，对啊，你要死喽，你没气喽。我觉得我学到的东西是关于就是中性浮力跟姿势这个问这两个东西，姿势就是要摆的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要摆的就是这样，虽然这都是女生在摆的，但是我觉得学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。自由潜水是要吸饱气，你去做你任何的事情。可是这个活动是你要吐气吐掉，然后去做你要做的事情，所以是两个有点不一样的动作。你有想过说你把气吐完，然后趴在那边或是在那边动来动去那种感觉吗？大概就是那种感觉，而且在水里。觉得阿仙很棒，很棒。其实他。有一点严格，你想要偷懒的时候他会鞭策你，然后当你做不好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他给你很多爱的感觉，可是他会给你一点信心。我有感受到他忍住那个黑眼球很用力，忍住想要翻白眼的因为我们就是做不好，我们就是身体不受控制、啊、他大概讲了800次膝盖不要弯，就是会弯膝盖。他感觉出来他上课想要给我们很多东西，但是我们吸收不了。我们都懂，可是身体做不到。他想给你，但是你们没办法吞下去。对，我现在饿了，我现在饿了。快点！三个人吃五道菜有点多。来，等我看一下。来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一样。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好、啊，你在这边坐。刚刚我们吃的那间餐厅好吃，
推荐，叫做愚人照咖，不接受定位，只有现场拍，对，然后一个人吃很饱，300块。明天我们会跟教练，耶、yeah! ，慢慢拍耶。明天我们会跟这个教练，跟我们真的教练去放流，然后观众要期待明天的影片，因为放流就是从某个地方会自己这样飘飘飘飘飘飘到某个地方，感觉蛮好玩的。我都不用游嘛，哦，游也可以，会动，然后挂在那里。你有看到想看，你可以潜下去。啊，潜下去起来，你们还在吗？不是，如果流很大的话，对啊，离得有点远，就要赶紧追上。就追踪起来啊，不然明天会忘，明天会错过。好，喜欢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，开起来，开起来，拜拜。